第二個問題，咁啊，有網友就話啦，佢壓力好大，好難健康長壽喎。市場上面啲食物空氣都污染嘅，咁樣阿 Doctor 你啲指導好難實行。我唔知道聽過你啲乜嘢指導啦。咁如果你唔識調節嘅，咪記得嚟探我咯，係咪啊？咁你如果你認為你有世界，咪走去瑞士住咯，係咪啊？唉，人係生噶嘛，唔使一定瑞士啊！你走到去馬達加斯加都係好簡單嘅啦，人係生噶嘛，你唔使怨天怨地噶，自己調節個生活嘛。市場上而家有好多都有啲有機食物噶，多啲食素，係咪先？冇錢買喎，你啲泉水嘅啫，攞生啱水過濾，係咪啊？一個月一個禮拜飲一次，飲我哋嗰啲泉水啊，當食素。我哋泉水佢個礦物質咧有個理由噶嘛，蔬菜咧佢攞礦物質嘅就喺個泥土吸收啊嘛，點樣食蔬菜咧？除咗那個太陽能嘅變咗葉綠素之外，佢就要攞礦物質噶嘛。但既然間我揾到呢只瑞士泉水咁多礦物質元素，所以而家我食少咗水果同蔬菜噶，我靚啊嘛，我微型功能、微型嗰元素我有曬啊嘛，我使乜食蔬菜啫？你我又唔使我古代 FIDA 醫術，就係將啲紅寶石、綠寶石磨粉嚟搞，我自己啲水有曬啊嘛，人可以避啊，你有智慧就得噶啦。